是就是从那海边走，那然后交换谢礼嘛。把烈士的军旗荣誉。大家好，我是哲学系的郑凯。喂，好，刚就是这首歌，大家只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，就是当上天没空理你的时候，就让他去忙他自己，然后你过自己的每一天。好，我们开始哦。对，大家。